欢迎收看《行车记录器》，大家好，我是 Luisa。 大家最近有没有感受到跨界车的风潮呢？满足市区的驾驶以及郊外的需求，它让一切变得 possible。 This is the brand new SX4 crossover。融合了 hatchback 的动感外形以及 SUV 车型的空间运用，全新发表的 Suzuki SX4 Crossover 在外观上显得更加阳刚，同时也呼应了车商想要吸引男性消费者的决心。 SX4 Crossover 特别着重安全，除了在 Euro NCAP 撞击测试中得到了五颗星之外，也标配了七个 SRS 辅助气囊，让驾驶者以及乘客有更全方位的保护。虽然车身体积比较大，行李箱空间也提升到了430公升，但是搭载 1.6 升汽油引擎以及 CVT 七速手自排的 SX4 Crossover， 平均油耗每公升来到了 17.4 公里，这也是这台跨界休旅最大的卖点之一。这位新成员的加入，让 Suzuki 家族更加完整，并运用灵活的空间使用及低油耗的特性，进军台湾跨界车市场。